滚滚，滚滚，你还认识我吗？也就是河南的谢建生。你不是天天说想弄死我吗？你恐吓电话不是说想叫我坐轮椅吗？现在爷到处满世界跑，你能跑吗？你在北京到处说郭伯雄是你大伯，现在郭伯雄已经进去了，你现在还说郭伯雄是你大伯吗？郭文贵，你说任何事情都离不开性。前一段你在视频里边攻击黄艳女士、胡淑丽女士、曾介甫先生和我，前段时间网上流传着你强奸女员工的视频，你就是一个人渣渣男，人渣渣男。老郭，我现在正式向你正式宣战，你在我面前就是一个傻逼。郭老七，你跑到天涯海角，我也不会放过你。